大佛顶，如来密因修正了意，诸菩萨万恨手楞严经，建愿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，悟二。显未探得，这个偶益大师呢，把念佛法门由浅入深啊，分成的两个次第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叫做四次。这个四次呢，就是一种四相上的修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刚开始念佛的时候呢。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啊，去接触佛号的时候啊，我们是把重点放在这个佛号上面。我们思维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来意念佛陀的圣号。当然这个地方念久了以后就有产生的障碍，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妄想，那么这个妄想的活动呢，就障碍我们这一念心来去接触佛号，就是我们的心跟佛号之间啊，这个中间产生的妄想障。这个妄想障呢，就使令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我们功德很难圆满，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很难完全感应道交。第二个，我们觉得在念佛的时候很难相续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念佛人基本上都会遇到两个问题，就是佛号很难念好，第二个佛号很难念得很久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祖师开始的大智慧开始提醒我们说啊，念佛是谁？那么我们开始念佛的时候，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佛号，这个时候开始回光返照，念佛是谁？原来不是我的嘴巴念佛，是那个明了的心在念佛。那么我们明了的心有了障碍，就使令所有的功德产生了障碍。所以偶益大师这个时候告诉我们，提起内心的观照，就是从事持而入理持。我们开始用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来观照这个妄想，观照这个妄想是什么呢？是缘起性空的，它是假借因缘而生，所以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寂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妄想的势力给熄灭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心跟佛号就能够感觉到练得更加的紧密，更加的持久，就是古德所说的禅静双修啊，以这个禅观的智慧来破除心中的妄想，以念佛法门来创造功德庄严。那么我们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道理亦复如此，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个守楞严王三昧来破除心中的妄想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整部楞严经从头到尾就是要你修守楞严王三昧，而守楞严王三昧它就是在破除我们的攀缘心的，一言以蔽之就是破除妄想，让你在修念佛的时候能够功德更加的圆满坚固，让你在布施的时候持戒的时候更加的究竟圆满。就是我们在修法门之前啊，先把内心做一个调整，先端正其心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讲是讲到显未探得啊，这个地方是讲到通序啊，通序当中呢有两段，第一个是标文说实处，第二个引大众同文。引大众同文当中有三小科，那么我们看第一科的声闻众。声闻众当中的第二科呢，是显未探得，显示这些
声闻众的皆位跟赞叹他的功德。那么显位这一部分呢，皆是无漏大阿罗汉，这个我们说过了。我们看叹德，我们看他的经文，请合掌。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，能离国土成就威仪，从佛转轮妙堪遗嘱，严禁毗尼洪患三界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业诸尘类。那么这段经文的古德是分成两段来说明。第一段呢是赞叹这些阿罗汉呢这些自利的功德，第二段呢是赞叹利他的功德。从这个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，这是第一段。那么能依国土成就威仪，以下是第二段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赞叹自利的功德。那么这个佛子呢，是指他的功德是怎么产生的。这个佛子简单的讲，就是佛法之子，他的功德是从佛跟法引申出来的。比如说《法华经》上说呢，什么是佛子呢？从佛口生，从法化身，得佛法分。就是说呢，什么是佛子？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是没有功德的，但是他听闻佛陀的说法，那么把这个法加以如理的思维消化以后呢，就产生内心的一种戒定慧的功德。那么这功德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从佛跟法的欣喜而产生的，所以等于是从佛法所生之子叫佛子。那么这段是说明这个功德的由来，第二段呢是说明他功德的一个相貌。那么他的功德是什么相貌呢？就是住持这两个字。这个住持就是摄受的意思，他这一念心能够把这个心中这个清净的戒定慧呢，能够摄持不失。那么因为摄持戒定慧的关系呢，就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能够善巧的超越啊三界二十五有的果报。那么这段藕益大师的注解把这个住持这两个字呢做了很详细的发挥，我们简单的加以说明。基本上我们这一念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，有两种情况，对我们生命产生两种的效果。第一个，我们心跟境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外境会给我们一种感受，可能是快乐的感受，也可能是痛苦的感受。那么这个感受会刺激我们产生一个想法，这个我们就是妄想，因为由感受引申的想法就是妄想。那么我们当然内心没有戒定慧了，我们就心随妄转，就跟随妄想去做了，我要去做什么，我要去做什么。那么一般人经常都是跟着感觉跟着妄想而走啊，那么他那个内心当中那个生死的业力就很强大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生死业力很强啊？那这个人经常跟着感觉走，这个人来生要了生死很困难，要往生极乐世界也非常困难，因为他内心当中那个无明言行，那个生老病死，那个蛇因缘的力量太强，他没办法突破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说他本身也有妄想，但是他呢把佛陀的戒定慧啊经常的摄持在心中，所以当他接受刺激产生感受妄想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戒定慧现前，观察这个妄想是缘生缘灭的，是毕竟空的，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不随妄转，这个时候呢他就慢慢的趋向于还灭门，这个人的生死业力慢慢的淡薄，慢慢淡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啊，你要觉得你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外境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感觉，而你对这个感觉慢慢慢慢的你不再理他的时候，就表示你的生死业力慢慢慢慢的轻薄，那个戏服你的那个十二因缘的力量已经没办法把你带动起来。
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心念，从你这个起心动念的状态啊，就可以判定你这个人的生命未来是往哪里走，大概就可以知道。所以这一段后面佛陀会说啊，怎么样从你的念头来判断你的来生。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判，就是看你是心随妄转，那么你就是随顺于流转门，你能够不随妄转就随顺于环灭门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定方法啊。那么这些阿罗汉他的特色啊，就是他能够住持戒定慧，所以能够善超诸有，这个是赞叹他一个次第的功德。等一下我们解释他的利他功德啊，利他当中呢有两段，第一段先讲他今生的功德，第二段讲他来生的功德。先看今生的功德，能以国土成就威仪，从佛转轮妙堪遗嘱，严禁毗尼洪患三界，有三小段。那么他能够在自己本住的国土当中呢，显现这种美好的身口恶业的威仪，这段是赞叹他一种持戒的功德。那么这个威仪呢，就是有威可畏，有仪可表，他的内心有威严，那么表现出来一种美好的表率，叫内威外仪，让人家产生恭敬仰慕之心。这个是指的他一种持戒的关心啊，产生一个美好的身口恶业啊。第二段呢，从佛转轮妙堪遗嘱，这个是赞叹他一个定慧的功德。那么这些阿罗汉他能够随从佛陀来转这个四谛法轮，那么开显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啊，那么能够呢善巧的遵从一命呢，来继承佛陀的家业。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，不是佛陀一个人说法，这些1250人大众呢都帮助佛陀来告诉这些颠倒众生，告诉他们生命是无常无我的，那么因为这样的观照呢，来消灭自己的攀缘心。那么这个都是阿罗汉的定慧的功德。第三段，严禁毗尼洪患三界，那么这一段是把前面的持戒跟定慧的功德呢，把它做一个总结。那么那能够严守清净的戒定慧啊，所以能够做整个三界的模范，三界的表率啊，不但是人间，包括天人啊，看到阿罗汉呢都升起恭敬敬仰之心，因为他们能够宣扬佛法的真理啊，那么让众生能够觉悟啊，这天人也非常的赞叹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阿罗汉他今生当中呢表现出的这种身口意的功德。那么第二段讲到他这个阿罗汉他们未来有什么功德，应生无量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业诸尘类。那么这些阿罗汉基本上不是佛陀今生啊，他不是在今生有这种功德，他未来生呢，在空间上呢，他们能够应无量之身啊，而说无量之法，来度脱众生。这个地方应生指的是他的神通，他能够呢啊，因你何身得度就现何身，当然现身的目的主要是说法，还有善巧的方便的说法，所以应无量之身而说无量之法呢，使令众生能够善根成熟而能够解脱生死。这个是讲到这些空间的无障碍。第二段讲到他时间的无障碍呢，拔济未来业诸尘类，那么他不但是佛在世的时候能够度化众生啊，在未来世当中他们都能够生生世世的不断的来帮助未来的众生啊，是他以内心当中本来的功德。我们讲他的本地风光啊，所以我们看一个菩萨要看他的基门跟本门。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我们从他的显现事迹呢
哦，他是行深救苦的一个菩萨。但事实上他的本门呢，他早就成佛，他早就是佛陀。所以你说他到底是一个菩萨还是一个佛陀，那你得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。从他今生的视线，他是扮演一个菩萨的角色。世间上不能有两个佛出现，不可以。谁扮演佛陀，其他的只能够当助伴，不能够同时有两个佛出来。那么从他的本地风光，他早就是佛陀。所以我们讲说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同学都成佛了，但是今天有一个人能够成佛而已，那么他做佛的时候，其他人呢就扮演他的弟子啊，其他人你扮演舍利佛，他扮演目犍连尊者，来护持这个佛陀呢，来宣扬教法。因为都没有阿罗汉，大家都是佛，怎么佛法没办法弘传呢？没有人示现犯戒，没有人来请教佛法，佛陀也不能唱独角戏啊。所以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说阿罗汉他怎么能够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呢？他怎么能够拔济未来业诸尘内呢？那么阿罗汉从教理上的学习，他死了以后他是入涅槃的，他怎么就没有入涅槃呢？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些阿罗汉、是外现声闻相，内密菩萨行，这些都是法身菩萨事情，否则他们不可能能够应身无量，能够拔济未来，不可能啊！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呢、就能够读出他的消息，就是说这些阿罗汉的本地风光啊，都是法身菩萨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赞叹这些阿罗汉的啊，1250阿罗汉的这些功德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那么悟三呢，列上首名。那么在这个1250个阿罗汉当中呢，本经当中呢列出他一个长老的首座的名称，有六个名称啊。我们看经文：奇弥耶大智舍利佛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毗湿罗，富罗那弥陀罗尼子，须菩提，优婆尼萨埵等，而为上首。这个地方提出的六个阿罗汉的代表。那么阿罗汉呢，简单的讲是无生，也就是说呢，身为一个阿罗汉，他的一个共同点呢、就是我身已尽，凡恨已立，所作皆作，不受后有。这个无生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这一期生命是他在三界当中最后一次受生，他今生结束以后就不再来了，这是他的一个共同点。但是这个阿罗汉本身也有他的个别的差别相啊，我们解释一下。比如说大智舍利佛，这舍利佛尊者的特色呢是智慧第一。你看阿含经上说，我佛法中智慧无穷，绝了诸疑者，舍利佛最为第一。他能够决断种种的疑惑。在经典上说啊，舍利弗尊者曾经有一段事情叫做即变以母口。这个即变母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舍利弗尊者的母亲啊，经常跟他弟弟辩论，他弟弟智慧很高，每一次辩论都输给他弟弟。后来这个舍利弗尊者的母亲怀了舍利弗以后呢，再跟他弟弟辩论了，他弟弟就辩不过他了，因为他的母亲得到舍利弗的那个内心的智慧的加持。也就是说舍利弗尊者还没有出世之前，他那个智慧力量就已经表现出来，叫即变于母口。所以他弟弟非常害怕，他说我这个外甥还没有出生就这么智慧就这么高了，那出生还得了？那么就赶快的离开家到南印度去修是非陀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舍利弗的一个特色。摩诃目犍连，目犍连尊者呢是神通第一啊，在阿含经上说呢，我佛法中神通圈局，挥到十方者，目犍连最为第一。
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啊，他的特色啊，就是他显神通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变化特别的精妙，他那个小中变大，大中变小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的时候啊，他的变化的时候特别的精巧，这个是一般阿罗汉做不到的啊。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在佛陀僧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。基本上大概佛陀是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以外啊，那么舍利弗跟目犍连是两个，可以说是两个当家师了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是这些外道，他们希望用智慧来解决问题的，那么佛都派舍利弗尊者去；有些外道是喜欢感应神通的，佛都派目犍连尊者来处理这些问题。所以僧团的师父啊，一般呢、啊、外道来问难呢、啊，大概都是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来处理啊，或者用智慧，或者用神通来破除障碍。摩诃毗湿罗，摩诃毗湿罗呢，就是那个舍利弗尊者的母舅，哈、啊，就是跟他妈妈啊辩论他的那个他妈妈的弟弟啊，就是他母舅啊。那么他后来到南印度学释吠陀以后啊，他后来也跟佛陀出家了啊。那么在整个佛弟子当中呢，他是成就辩才，善能问答。你要是用什么问题问他，他可以用十个答案来回答你，用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他回答问题特别的巧妙。那当然这个是广学多闻才有办法做到啊。这些大阿罗汉呢也是有各式各样的特色啊。富罗那弥陀罗尼子，这个富罗那呢是他父亲的姓，他父亲叫做富罗那，翻成中文叫满愿，满足的满，愿望的愿，满愿。那么弥陀罗尼呢，弥陀罗尼就是他母亲的姓，叫做慈女啊，慈悲之女。所以他等于是继承的父亲跟母亲的姓啊，就是满慈子，满慈之子啊。那么他在佛陀弟子当中的说法第一，他能够善巧说法而分别种种的义理。须菩提，须菩提是解空第一。这个须菩提的空观呢、啊，我们从《金刚经》来看呢、啊，它基本上当然阿罗汉是修我空观的、啊，但是须菩提的我空当中呢，它有这种法空的智慧。怎么知道呢？在《金刚经》当中啊，讲到须菩提这个空观呢、啊，有一个特色叫做无增三昧，这个三昧非常重要，它能够无增。无增的意思啊，简单的讲，它是没有一种对立的思考。我相人相这种对立他没有。一般的阿罗汉呢、啊，他这个法执很重，他没有我，但是他法很重。所以你要是在一个杂染的环境呢、啊，阿罗汉不是很喜欢，因为他跟杂染环境呢、啊，阿罗汉没办法跟法杂染法共存。他的个体生命在整个整体生命的运转当中呢，既然产生了对立，他就产生排斥。但是须菩提能够做到无增三昧，他没有对立。我过去曾经在一个北部的道场讲课，有一个外道，他穿的是那个黄色那个一贯道的衣服跑进来，就在前面那个地方比手画脚，比手画脚差不多15分钟之久，不晓得嘴巴念什么咒，就在我前面站在那个地方比手画脚，我完全不管他，我讲我的课。也就是说你一个菩萨呢，你一定要怎么样呢？无增三昧，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外面的环境，讲实在话你改变不了的，你一定要能够跟他呢和平共处，他弄他的，你讲你的，你们两个互不障碍。那当然这个就是你内心当中要有法空智，观察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。那么如梦如幻当中呢，一个菩萨怎么办呢？因何因住，因何降伏其心呢？其实我们的生命呢、啊，从一个法空的观念来看，生命不是追求圆满。有很多人追求圆满的生命，那你一辈子活得很痛苦，
因为你根本东西找不到圆满的生命。你只要从空性出来，你得要面对人事，人事就是一种差别。生命不是追求圆满的，是追求它的平衡点，找到你的定位，做你该做的事。那么试着跟外在的人事和平共处，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。所以古人常说，山不转水转，山一定不会转，水转。所以这个无争三昧是很重要。一个菩萨，你要行菩萨道，基本是第一个条件，化解对立，安住无争三昧。你一定要让跟差不同的人士和平共处，否则你不可能成就一个大智，广大做不掉。所以那《金刚经》，当然《金刚经》讲到无争三昧讲很多啊，它主要就是破除我相人相的对立，让菩萨的功德更加的圆满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须菩提的一个特色啊。优婆尼萨埵等，那么优婆尼萨埵呢，翻成中文叫尘性，灰尘的尘，佛性的性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名字是佛陀给他取的。因为他本身在因地的时候是观察色身不净，因为优婆尼萨埵基本上在因地的时候隐匿心很重，所以佛陀叫他观不净。那么在观不净的时候，他先观他的色身啊，这个血肉啊，什么溶血屎尿，慢慢的这些溶啊血屎尿长出很多很多的虫，这个虫就把他的肉呢慢慢的吃掉了，最后他的身体变一堆白骨。变白骨以后呢，慢慢时间久了以后呢，白骨就变成了灰。这个骨灰呢，风一吹啊，这个灰就消失掉了。所以他观察他的色身呢，从一个不净相而变成白骨，最后还归于虚空。所以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觉悟，他觉得整个色尘的本性是空寂的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而成就了无学道。所以如来应我名尼萨埵，佛陀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尼萨埵，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是从色尘的本性是空而成就阿罗汉，叫做尘性。等，那么那个等就指很多很多的上座了，也不能全部列了，只能够列出六个代表，那么当作整个与会的声闻众的一个代表啊，列出这六个人的名称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参加楞严经法会的声闻众。我们看丁二的缘觉众，这个我们一般讲三乘的圣众，三乘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。小乘呢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声闻，它是思维四谛法门啊。那么这个缘觉乘呢，我们一般叫中乘。那么为什么叫中乘呢？因为他在思维的时候是一眼思维十二因缘，那么他整个修学是观察他这一念心啊，因为无明，因为自己的妄想，然后产生的行，产生妄动，妄动当中呢产生很多很多的业力，由这个业力招感生死的果报。那么假设无明灭则行灭，假设他的妄想消失了以后呢，他的生死的业力就消失，果报就消失。所以他从十二因缘的顺逆二门的观察而成就了无学位，所以他的智慧就更高了，这个叫做中乘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主诸比丘修下之事。那么除了前面的声闻众以外呢，还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所谓的辟支。这个辟支呢，我们讲辟支佛啊，等于是翻成中文有两个意思了。第一个意思叫圆觉啊，就是他生长在有佛陀出世的地方啊，听闻十二因缘啊，经过十二因缘的顺逆二门的观察而解脱的生死。第二个呢是独觉，
独觉是生长在没有佛出世的地方，那么因为禅定的关系，他出定以后看到了外在的自然界啊，所谓的春光百花开，秋睹黄叶落，那么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，春天因为温暖的空气而促使的百花盛开，而秋天因为干燥的关系呢，百花凋落，他就知道整个人生是生灭变化的。所以外境是生灭变化的，他也看到他的色身也是生灭变化的，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，我们是活在一个动态的环境，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在变的。所以他从变化当中呢，就悟到的我空的真理，从这个地方而成就解脱，这个是独觉，他完全没有听佛陀的说法，这个人智慧特别的高。那么因为辟支佛本身呢，他只是从一念的无明的无生而悟入的空性，所以他本身不像阿罗汉啊，是有分位，阿罗汉他观察啊，知古断其目灭修道，所以他有安立所谓的四果四相的阶位。但是圆觉乘他直接观一念的无明，当下无生，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十二因缘就消灭了。所以他的阶位呢，要么初心，要么无学，他的过程当中没有分位啊。所以说他辟支佛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已经断除见识惑的无学位，跟一个初心的凡夫。那么古德注解说啊，这个无学位应该就是所谓的师长，这些初心呢，就是跟着无学圣人来修学十二因缘的这些弟子们。那么这些辟支佛应该都是出家众了啊，包括了他的师长跟弟子啊，都一同来到这个释罗伐城的奇环金色。那么他们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属诸比丘修下之子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必须要附属比丘的僧团，来在结下安居圆满的时候呢，来参加这个次次的结魔仪式。因为今天是农历的7月15号啊，包括声闻众，包括缘觉众，只要是出家众都要参加自持啊，所以他们平常是住在各地各方的修学，那么这个时候都一直回到佛陀的地方啊，开始参加自持，是这个因缘而来的啊。我们看第三段的菩萨众。菩萨众当中分两段，第一个下中十集，第二个闻音演集。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菩萨众呢，从经文来看是两个情况。第一个是一个出家的菩萨，受的比丘戒的菩萨，一个是属于在家的菩萨。好，那么这个下中十集呢，是指出家的菩萨呢，在结下安居终了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从十方啊来集会参加这个自知的法会。那么闻音演集呢，是指的那些在家的菩萨，后来因为佛陀的说法的缘故啊，也过来参加啊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下中十集这个地方有三小段，菩萨求法，如来妙应，会众受益。先看第一段，十方菩萨自觉心仪，清逢时言将求妙意。那么这些从十方来的这些出家菩萨呢，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奇环金色。那么他们来的目的，除了参加自持以外啊，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要自觉心仪。自呢，就是请求佛陀呢来决断心中的疑惑。因为菩萨经过九旬的用功呢，心中有一些疑惑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以这个亲奉啊，以一种恭敬的心啊，来侍奉这个慈悲跟威严的佛陀。这个慈严是指佛陀表现出来呢，是威爱兼报，折受祭祖的啊。那么以这种恭敬心来侍奉这种慈悲跟严肃都记住的佛陀。那么
他的目的干什么呢？希望佛陀来讲解啊，这种大乘不可了知的这种深妙的义理。所以这些菩萨来到这个地方啊，也不完全只是自治，还请求佛陀说大乘的妙法啊，有求法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即使如来敷作眼安，未入慧中，先识甚奥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答应了这些菩萨的要求了。佛陀呢就怎么做呢？就敷作眼安。那么佛陀说法呢，基本上是采取坐姿的，很少是站着说法啊。所以他就敷坐，就展开他的坐具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出家的尼斯坛啊，把它展开来保护三一的。眼安呢，就是佛陀很安定的就坐在这个坐具上面，那么为这些三乘的圣众啊，来宣示这个大乘深奥的义理。这个宣示深奥，维大师有很多很多的发挥，我们简单讲一下。其实这个深奥的道理，就是后面佛陀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言三谛理。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，所谓的三谛理，就是一境三谛，或者讲从一境三谛当中的开展出一心三观，空假中三观。我们菩萨在修学的时候啊，经常会落入空跟有的矛盾。我们不能够一辈子修空观，不可以，因为这样会断失大悲心。但是你一度的修有，你就心很躁动，因为你一端的在因缘法中活动，虽然修行很大的福报，但是你心弟子心不安。所以我们经常到底是要从假入空，还是从空出假，这个空有之间的平衡很困难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啊，其实我们这一念心当下即空即假即中，我们这一念心的真相啊，是一念心啊。说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？就是你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。即空就表示它的不变的体系，即假就是它有随缘的作用。你造五戒十善的业来熏你这一念心，它就现出人天果报；你用杀盗淫妄的业来熏你这一念心，它就随缘显现三恶道的果报。它当下即假，它不跟你客气的。那么空跟假是保持平衡的，同时存在的，叫即中。所以佛陀就宣示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这个深妙的道理，其实是把后面的整个经典的三简半呢，做出一个纲要的说明。啊，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因为应了前面的菩萨的祈请。啊，我们看第三段，慧众受益，法眼轻重得未曾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在整个法院当中呢，大家等于是以法为食的，叫法院呢。那么这些菩萨听到这一念心即空即假即中以后啊，就非常的欢喜啊，因为他听到了未曾有的真理。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啊，菩萨请示的我们这一念心的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，是很深奥的。佛陀当时当然是为整个啊，包括声闻，包括辟支佛，包括菩萨，为三乘的圣众来开眼。但事实上古德的注解上说啊，这个时候真正受用的是只有菩萨。这个声闻跟缘觉在众啊，根本就听不懂，因为他们习惯安住在空性，他们不能够在空中呢随时显现妙有，没办法，他没办法即空即假即中，做不到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只有菩萨得到真实的受用。那么前面的凡夫跟二乘人怎么办呢？必须阿难尊者的示现堕落，那么请佛陀开眼守楞严王大殿的法门，佛陀再详细的破妄显真，再开显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。所以真正的
以会大众当中呢，声闻众跟缘觉众乃至于凡夫呢，是后面才受益。那么这个时候是菩萨已经受益了，利根人他能够在简略的法当中就得到受益。我们看第二段啊，闻因眼疾。那么前面当然是出家的菩萨，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些在家的菩萨呢，听到佛陀的音声呢，也从远方来集会了啊。我们看经文，迦陵仙音遍十方界，恒沙菩萨来举道长，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那么佛陀在开演这种仙奥的义理的时候呢，他的音声呢有两个特色。第一个呢，就像嘉陵频伽这种鸟类啊，非常的美妙悦耳。第二个特色呢，它的音声就像仙人一样的音乐啊，非常的清净无染，听了以后感到非常的极静。所以佛陀的音声一方面美妙，一方面清净，而且这是讲它的本质。那么它的量呢，是遍十方界。佛陀在宣说重要法门的时候啊，他可以用他的神通力啊，使令他的声音啊不会减少。所以目犍连尊者有一次测佛的音声啊，以神通力飞到的三千大千世界以外，听到佛陀的声音还是一样大声。啊，所以他的声音能够遍十方界。这个时候呢，犹如恒河沙的这些在家菩萨呢，听到这个音声，都知道佛陀即将要开演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所以呢，也就赶快来到了奇环金舍，这当中以智慧第一的舍利弗、文殊舍利菩萨而为上首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说明啊，整个参加楞严经法会的这些三乘的圣众，包括声闻、缘觉菩萨三众都到齐了，都准备来聆听佛陀的首楞严王大教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休息十分钟。